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党奇。今天大家走一条最亲近 Kanas 湖的线路——吐鲁克岩画。去吐鲁克岩画有两条徒步的线路，第一条是在我们 Kanas 换乘中心停车场后面的木栈道，用时较长，往返需要5个小时。另一条路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走的，位于湖边停车场，顺着木栈道一直囊到头。现在我们到达了吐鲁克岩画，带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岩画上面到底画了什么。那个应该是狗，那应该是猫。 哎，那个脖子那么长的应该是长颈鹿吧？还有一个小风火轮，反正这上面图案都特别的抽象。虽然这趟徒步的终点是吐鲁克岩画，但岩画它不是目的，好的风景总是在路上。走在观鱼台的彼岸，临近喀纳斯湖，湖水拍打岸边，清风徐来，好是惬意。看这诡异的根墙，是大自然的杰作。来喀纳斯，就算是随意走走，也处处是风景。关注我，了解喀纳斯。